ナイスゲームだ。谁剪成一条龙哦？看到，死了我一腿！给你来点父爱的关怀。我守剑法，让我来守护你。快爪连击！要办张卡吗？会员优惠哦。父爱是山体滑坡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铁塔超级翻，我出出出。很高兴骑士大人选择了我，送你小花花哦。看到这艘船是不是很震撼？现在我们就去试试英雄的实力吧。啊，大人很厉害，一出马就打败了邪恶势力。这些奖励大人喜欢就好。去试试新英雄的实力如何吧。上阵阶段长按英雄再拖动就可以移动英雄位置。获得英雄只是第一步。我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在下这就带阁下前往折扣商店。折扣商有了召唤券就能召唤英雄，我们先去看看。先去给新英雄升级，这样才能吸取训练。接下来带你去收集资源吧。我面对高大威武的神兽，我也是有
完成对应的任务就能。好了，接下来就看骑士大人自己了。这一次真的要说再见了。